想给大家做一个关于泳衣的分享，特别是给大胸的妹妹，因为其实很多泳衣适合那种稍微不是那么丰满的女孩子，她穿着特别好看，显得特别瘦。但我的身材可以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属于上身比较丰满，但是我腰上其实很多肉的，所以我对泳衣的诉求是一定要看起来瘦一点，再就是不要看起来太过于丰满。然后我现在人是在富国岛，越南的富国岛 JW 酒店，然后这个酒店呢是号称最好看的 JW 酒店之一。然后我现在想给大家做一下我的泳衣分享，这些泳衣先这样挂好，然后这里有分像那种就是三点式的比基尼，像这样子都是分开的，然后还有遮肚子的这种，还有这个比较流行像这种荧光色，还有这种纯色的。第一款呢是我在片头穿的泳衣，然后这款泳衣呢是大内密探，它用的是珍珠的肩带，非常可爱，做的也比较人性化。接下来这款泳衣呢，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，它的材质是比较厚的，而且是棉的，非常适合去潜水或者是游泳，因为在阳光底下它非常的艳丽，唯一的不好就是会显得你皮肤比较黑。白色这款比较特别的就是它的胸的拉链是开在前面的，你可以自行调节哦。从这款开始就不是三点式的，它可以把肚子遮起来的。OK， 现在到了我最喜欢的这一款了。这一款的颜色非常的好看，我觉得它的配色呢会遮下你的小肚子，而且上面是从脖子系带子的，也非常的可爱。由于这件我实在找不到链接了，我也不知道它的牌子，如果喜欢的妹妹可以自行搜索吧。这一款呢，除了它遮肚子以外，它拍照非常显白，当然你要找一个环境相对亮的地方。这一款我简直挑不出它的毛病，因为它适合所有胸型的妹子，它的线条感也非常强，而且有美背的设计，然后照相我觉得是相当好看。 Secret Agent 本来就是一个做内衣的牌子，所以它的材质面料都非常的舒服，然后它也非常适合去泡温泉。接下来这两款都是没有钢圈的，然后这款特色就是它的腰线，它是这种横道的，所以会显得你腰非常的细。到最后一件了，最后一件泳衣我认为是我这一季淘到的宝藏泳衣，因为它虽然是白色的，但是它并不会显胖，而且在阳光下会显得你的肤色非常白，非常适合照相。唯一不好的是它会有一点点的压胸。我们今天就分享在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